心愿 ，Action！ 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我迟到了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是我来早了。没错，这一轮的第一个状况就是周冬雨用方言来对戏，这样的无厘头混搭，小宗该如何来面对呢？这一本就是，我想你还是别看的好，没别的意思，我就是怕你伤心难过而已。那你可不可以念给我听？哦，好。我解释一下，这是点字。1997年11月2日雨夜，秋南小姐说，她下班之后要过来帮我剪头发。今天晚上，外面的雨好大，我好害怕她今天不会来，因为她已经迟到了49分钟。正在我失望之余，我听到了急促的脚步声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又迟到了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49分钟又算得了什么呢？只要他肯来，我心里就觉得很开心啊。你继续。正当我陶醉之余，突然间，我的右边耳朵好痛啊！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夹着你耳朵了。啊！对不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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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哥。我拼命好像剪的是那边，右边的耳朵。我拼命的摇头说不会，不会，不会。但是秋南小姐紧张的快要哭出来。如果当时我能说话的话，我好想告诉她，你肯来，我心里已经觉得很开心。这一点小小的痛楚，算得了什么呢？够了，不要再说了。哇！再也感觉不到你的温暖，告诉我心口在哪旁，那里是不是我有尽头，就像流星许个心愿，燃烧吧，直到我不管你。掌声欢迎博君。